看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OK，嗨，下。大家，欢迎来到 Triple Star，我是英雪，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小少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少，嘿。今天我们要拍一个私服跑酷，好，我们是新生中这个师傅，只不过我来过了，好，跟我来吧，小少。OK。进这个水门。这好帅哦，我去哦！错地方了，讨厌讨厌，去错了，哦，小少后退，啊！后退，走错门了，好这哎，里，好帅哦！他是用水。水门，哦，穿过去，我到了，哦，这里是跑酷的专门，你要跑难一点的还是那种挑战一二三的那种？有没有简单的？好，那就跟我来这里，哎，简单的不对，是在那边。因为有好几种跑酷的，一种就是那种有分什么东西的，还有这我们要去就分什么东西的，还有黄金跑酷，矿工称黄金为黄油，哦，他黄喜欢油，黄油，这个是最简单的，要不要来？点那个牌好，子。哦，我只有弓箭矢，哎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咦？我把一个东西开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你那个弓箭你，其实你只要把它那样一挡，它就回去原来的那个 checkpoint 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啊掉下去了，哦，看完到了，你了。哎呦，哦，好帅哦！你不要用这，哎，这个箭矢，只要你等，因为那里有记录点的，你只要点一下那个牌子，我叫你点的时候，它就是记录点。好，开始吧，哦，简单跑酷。啊，那个了。干什么？我肯定忘调什么了。好，上，来了，大家，我发我现来了。上次我没有忘记把那个私服 IP 放上去。哦，你已经哦，到那个地方了，只不过你没有按这个牌啊，我子。掉下来了。Oh my 惨 god！了，小心不要跑太快，否则会直接掉。好，按这这个么按简这单？个框，哎，别跑别跑，回啊？来回来，按这个牌好吗？子，哦，喂，好了。这是记录点。哦，你把原箭来。矢拿掉先了，否则你就会回去了。哦，好。不要用手拿着它，否则你一不小心一按就马上掉。哦，好了。Go。哎。你掉了。这是要跑哪边？耶！哦，我看到了。哎，我没受伤哎，赞！耶！我赢了，啊，卡住！赢一下就能得到钻石哦。然后我真去的看哦？看你在干嘛，我当摄影哎，机去了。哦，哎，啊，这边是哪里啊？好，你到那个死路那边了吗？我在分界，就我在刚刚进来的地方。我刚按了告示牌。哦，告示牌？我去找你好，等一下我已经跳过来了。哦。哦，就我到那个选择跑酷的地方，嘿，选择跑酷，嗯哼。就刚刚跑来的地方。啊，你已经赢了。对啊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多了一个钻石？有哎，真的有。会有钻石的。好，等下我先退出等你。Call L 东 E 西，A V E。好，我出来了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前面，哈喽，我有钻石耶！我们都有钻石，赢一局就有钻石了。好，我们来跑这个，过来，这个是彩虹跑酷。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吗？还是自己做啊？变态男又出现了，只穿条内裤在那里跑屁。之前还看到连个内裤都没穿的。跑哪个呢？你自己看一下吧，不要按牌子先，你就看一下里面哪样子好，玻璃门就可以看到。然后你想跑那个就点旁边的牌子，好吧，后面还有我跑这个好了。这个。是那个蓝色的有字的，好，我也进来了，耶！这是哎都哎都，那个记录点跟之前那个一样，好，保存。
哦，这里有个很难的地方，我记得我玩过这里的，那边是特别难的。嘿耶，我跳过来了，哟，好像掉下来了。耶，记录点。你看小少跳，我们现在，哦，跳吧，小少，哦，你不要跳太快，否则会马上掉下去。跳那个，哦，好，跳过来，跳过来，过掉来，下来了。狗狗，按那个按了没？按那个，按那个，好，现在开始跑。按了吗？按了按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走了。我先就是，那我先挑旁边好了。这里很危险，有上面有那个，羊毛。超阴险的，耶，到了。要掉下来。看小兽，看小兽，看小兽，跳过来吧，小兽过来。我来了。耶，小兽，等会我要做个一个的 power point。我在这个上次看你看见矿工那个东西吧，矿工做那个是介绍我们 Triple Star 的，有看到，你也得弄哦，你也得弄一个你的，好嘿啊，嘿嘿，你告诉我你的资料哦，哦，好恨哦，是跳这边哦，这里是最麻烦的地方，我每次的我跟矿工跳狙了好几次呢，诶，跳过来了，诶，我抽风打了。到了，这是说明跟矿厉工害。跑酷一点都没有运气啊！我掉了，哼。说明矿工的运气太差了。那叫我们这里前半部分由我拍，哎，我后看到半部分 OP 我有耶！小兽。我看到，哎，不对，那不是 OP，我看错了。我看到几个 OP 来吓人，哦。隐身以后，然后贴，然后呢把那个隐身弄掉，贴在我人家的脸上，吓死人！而且那个 skin 也很恐怖的。很爱玩的 OP，哎，真是跑啊题啊！！No！No！哭哭。掉下去，你加油吧，英雪！哥哥，冲！哎，小宋，你之前画的画太超赞的，有情我节还成有，功了，成没功有，了！没有，我给掉下来。我第二张画是因为上电脑课的时候看到你传给我讯息，所以我就下课的时候就赶紧画了一张。超赞哦，那张！虽然我看起诶。来有点像没穿衣服。由于其实我有画，只是因为身体的部分画的有点不好看，就所以就先，所以就把他那一段先擦掉，所以，你赢了，哭哭！你掉了。好难诶，跳。我好像发现什么了，奥秘我发现了。哎诶。呀呀，哎呀！哎，Go！哦，酷酷，我现在在赢了！原点。成小功！少看后面。耶，我掉下来了。我看到你了，酷酷，这里就是我的难关。矿工在那里，就是看有没有那个什么指令在那里乱叫，叫GG，然后他就跳过去了。GG，GG 果然跳过去。看小少跳，你掉哪儿了？我来了，好。我冲！哦，小心小心，这里快要到终点了。No，小少，算了，没我关站他。系，可以，再来一次。可以，耶！我跳过来了，不错，赞耶！哦！又掉赞下来，赞，哦，会撞头吗？这里，掉下来，耶！跳过来了，耶！赞，好，你先跳，小骚快跳。我又哎呦哎，啊！我哎掉撞下来，头，我们都撞头了，好疼啊！好吧，你先吧，累现个在了，往里看，哇，就掉下去了。你跳吧，你先，好，那我我就先跳到了。旁边看，耶，过来，我先把东西装一下，等我一赞下，赞，赞，
赞，我用个东西，等我一下啊。赞，你过去了，哎，赞，啊，我落后真了，的我很落后了。赞，耶 我得到钻石两个，一个钻石了哟。哎，刚变创造了，讨厌。可以变创造。不是因为那个只有一刹那会变成创造，所以说超赞。哎，那个骗子，他肯定是中国人。他用小强的名字，你这个骗子，过来看小少这里。对，真的，你这个骗子，小强我大把它拍大下，一定要告诉你。拍起来，为什么他没有 skin 啊？他跑好快他为什么没有 skin？因为他有药水。哦，哦，他为什么没有 skin 啊？要把它拍起来，跟小强讲。对呀，哎，哎，我把影片给小强看看就知道了。小强大大怎么可能会在英国 server、英语 server、美国 server 呢？对吗？有没有看到小强？看到了吗？小强，他人怎么不见了？等会我用影片重看的时候拍下来。小夏，我们马上前半部分就要过去了，只有4分钟，我们跑这里吧。有没有可能那个是小强的粉丝，然后刚好也跑来英语？哎，不可能嘞，肯定是盗版小屁孩。哦，呵呵，小强他自己好像拍了一个影片，是这以防止大那个小屁孩的。那跳伞要干嘛？按拍子，按拍子，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按拍子。哦，哦耶，到了！哎，这好简单哦。这是黄油跑酷，后面很难的啦，后面超不那我，赞，看到没？嘿嘿，不赞的。我，哦，我是谁呀？他 skin 好，好恶心！绿色的，他是绿色蔬菜吗？哈哈。苦力怕的姐妹，可以。大家如果有时候你们看到 girl 这样就是我哦，如果你们想来这个 server，我绝对会放的。上次我不小心忘记放那个 IP 了，耶、有没有可能会有人仿照你的名字啊？我的名字？哎呀，有没有就跟小强一样，哎，就跟其他喜欢实况组的人一样，就盗用你的名字？盗用我的名字啊？对啊。只要他不把我用，有时候有些人很过分的呢，不是我的粉丝，我不感觉我粉丝会赞助。但有些人啊，我发现有些人不喜欢你，还是用我们的账号，然后去那边别的私服捣乱，然后自己被那个哦。推 ban 了，然后真的也很烦啊！很讨厌的啊！哭哭，又掉了，我冲想，啊啊啊！掉下来，等一哎，下我，我有等一这下么一点点用简个东单的也西。会掉。我们快要拍完了，我这里，好。只有等一下，三我两这分，边。那个了，黑哥，等我一下，你那边还剩几分钟？我们这里还有2分钟，1分半了，那要快一点，我，好吧，继续跳吧。哦，继续跳。我们等会半路暂停的时候，半路没掉的话，就直接去看小少的影片。哈哈，就最后这里哈，耶，我跳过来了，耶，我跳过黄油了，万恶的黄油。刚刚我忘了用记录点，所以我要重跳，哦，烦呢。No，酷酷，这是记录吗？记录牌吗？这个，是，你按了没？啊，你是不是带着弓箭啊？手上拿着，按弓箭那个，然后就会回去的。小三，你跳过来吧。给我点啊！好了，是不是记好录吧。点那个？当时我看看，啊，差一点。是不是啊？不是在那个记录点，啊，这不是记录点，是个骗子，耍我们。哎，我刚没跳很顺啊，我怎么现在不行呢？知道了，这个私服很奇快了。怪的，很多人都会装作别人的 IP 的，很讨厌的。我还看到一个外国很出名的人呢。有可能是2种可能，一个是本人，不是一个本人，是。根本就，因为那个人不会去那个私服的这个。哎，我时间快到了，2秒几秒钟就结束了。
等会就大家就去看小少的影片。